到会超级喜欢 S 姐，是不是？因为其实我是一个超爱吃的女生，然后不忌口，因为我发现我突出的小腹嘛，还有肚脐有一点，因为我超级爱吃的，然后穿这种。就是可能吃比较多的时候，我的脸的那个肥肉就是会炸出这样子。其实我现在还是有在，就是不管它，就是继续吃我喜欢吃的甜食。那我今天要介绍的法宝呢，它就是使用 Oreo 饼干脆片的窈窕饮。我们就是要维持活力嘛，然后体态整个又要维持好。我真的平常就是靠它。然后呢，它就是你一定要是添加牛奶进去，喝完之后你就会发现，天哪，牛奶跟饼干真的是一个完美的结合，对吧？对。而且它里面呢，就是你在泡的时候，你要分两次泡。第一次可以先加牛奶，先加一点点，然后把它摇散。嗯，对，先让它均匀。然后第二次再加的时候呢，因为毕竟我们喜欢奶味重一点嘛，我们就可以再加一点，然后可以增加那个牛奶的风味。它原本是干的，这是你加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它们原本是粉末状的，然后吸带超方便。可以有拉拉队的 shake 吗？拉拉队 shake， 我想一下哦，我想到了，来哦，来豆豆，好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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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级喜欢。S 姐，是不是谁是你？那么多次没有一次是讲我的名字。对啊，大家可以打开喝喝看，真的跟我们平常吃的那个甜点是一样，就是直接可以吃到那个巧克力脆片的。有吗？脆片吗？有有有，就是 Oreo 然后打散，然后拌在牛奶里面。泡牛奶的 Oreo。对，因为它就是添加的那个 Oreo 饼干脆片的窈窕。可是牛奶加饼干应该很负担才对啊。嗯，是不是觉得它应该热量爆高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因为它里面呢加的糖。是那个阿拉伯糖，然后这个糖它就是一般蔗糖甜度的一半，它的热量只有160大卡以下，这一包哎，对对对，它的热量很低，是不是很强啊？对，我觉得有牛奶的饱足感，对啊，很浓，因为它有碎片可以在里面吃，是牛奶，它喝起来不会很甜呢。我是不吃甜的人，哎。我觉得这个可以接受，对，甜度你觉得会好吃。老师，我跟你一样不太喜欢吃甜食，我平常是不太碰甜食，然后我觉得它喝起来不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，对，刚刚好。然后它里面还有那个可可多酚，它可以帮助你燃烧，然后帮助代谢，然后重点是它可以让你的情绪稳定。女生生理期啊，不是会想要喝一些巧克力啊，或者是甜的东西吗？那你就可以喝这个，它可以增加我们体内那个多巴胺，就是脑内的多巴胺，会让你有快乐的感觉。那重点是我可能工作完，或者是我有时候也会跳舞，然后跳舞完我就是会拿这个来补充，而且它还不含咖啡因。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在睡前宵夜的时候，对，宵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起来喝，嗯，而且它呢就可以让我们的顺畅，推荐给大家，这个真的很棒，太棒了。